Anna， Hello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些，好像这是米妮和戴斯，对，好可爱，而且闪亮亮。然后搭配了一个，宝宝选了一个发头发，哎，这是谁的？我的。不是好不好？这是没有绑头发的安娜，刚睡醒。然后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宝宝带回来的发箍装饰的玩具，我们把它打开来吧。因为那个米妮不是有一个蝴蝶结的房子？哇，你看米妮的发箍上面有钻石，我觉得好刺哦。很多种颜色。像它这几个彩色的啊，都是做蝴蝶结的。然后这个是耳朵，因为米妮米奇不是老鼠嘛，所以它耳朵很大，所以要耳朵用这个。然后先翻到背面，在圆圈圈的地方涂上胶水。哦，所以记得要往外翻。拿起。我们就要来选蝴蝶结，它这边好多颜色的蝴蝶结哦，你们要什么颜色呢？金黄，哇，金黄，只能选一个。点点金黄。好，姐姐拔一个下来。亮晶晶又是小星星。蝴蝶结选好之后，翻成背面这里白白的地方，涂上胶水。然后留大概是外面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涂上胶水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对折到中间，正长方形是在中间这里，然后这边也是哦，再粘过来，然后再把发箍移过来，对折中间往上折，这是背面哦，然后翻成正面。它这边到前面来了，所以这边要涂上胶水，好，把它固定就可以咯。啊，因为我觉得它粘啊要一点时间，所以我直接后面偷偷加双面胶，那个胶带粘起来。好，可是我还可以在上面做装饰，它这边有色笔，有金粉，要什么？自己贴。好。装饰啦，那我要去改。在这边，现在他们上面在涂什么？珍珠。不完整，我在写。球球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我选择先把胶水弄上去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我们的米妮头饰很可爱的游戏哦，喜欢的可以去找看这一款。谢谢爸比，谢谢爸比，我爱你。自己的把式自己做，可以带这个来去迪士尼呢。对，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